想见而不能见，闭上眼，你的身影让我如此想念。想遇到的那一天，色彩如此鲜艳且温暖。不安和怯懦消失不见，你的温度让我勇敢。像个小动物一样蜷缩在你身边，且柔软。常常在想，是什么让一切发生了改变，有备而来，带着无限崇拜，准时到达，接住那颗想要长大的心，不再离开，一起面对平淡和波澜。 Falling in love， 整个世界那么甜，去实现没有实现的诺言。 Falling in love， 两颗心好勇敢，去跋涉最远的山。德芙邀您观看高光时刻。错了，人家英国是找男朋友，又不是按球技排名。享受德芙，探索尽愉悦之力的故事。德芙，若华阿萨姆新年顺到家，统一阿萨姆邀您观看在暴雪时分。源自法国的奶酪品牌 Kiri 邀您观看在暴雪时分。微醺的人有开心的年， Real 微醺邀您观看在暴雪时分。电话打太久了，没来得及说晚安。你明天回去吗？对，上午下午。和上周一样。那就好，不会睡醒就不见人了。晚安。明天见。晚安。我帮你侧面打探了一下，北城俱乐部本周末全员集合，住进比赛酒店。你还不抓紧时间试好一下？是什么好？那个李青岩，就是你情敌。他也是打斯诺克的，孟晓东手下第一爱将。我这两年看斯诺克比赛，记得他。他打球的路数跟孟晓东一模一样，有印象。听你这口气，没当回事儿。孟晓东当年跟我打也是输多赢少，他训出来的人能有多强？你这个评判标准可就错了，人家英国是找男朋友，又不是按球技排名。当然了，论脸的话，也是你啊。
麦，这饮料别喝了，都过期了。这是醋啊，前两天问楼下他们店老板要的。Hi. This game, please. Yes. Thank you.找我，我今天见林阳了，我还以为我见到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。他吗？变得不算太多，还认得出来。Thank you。以前的林宇阳可不会这么和善，他懂得给人留情面了。懂得人心冷暖了，他像是被人拔光了羽毛，从在高空遨游飞翔的鹰，成了一只躲在大城市里的斑鸠。你这次过来，也是为了他？嗯。试了吗？试过了。不止基本功没丢，实力也还在巅峰。我今天也试他了，我敢打赌，他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没有一天不在训练。但凡他有一点懈怠，我都能看出来。和我的判断一样。所以你有认真跟他聊过吗？这小子不给我机会。毕竟过了那么多年，想和兄弟一样再畅所欲言，需要时间。谁在客厅啊？睡了吗？刚看到，所以你在门外。对，在客厅，出来吗？
你弟弟。怎么没关灯啊？你怎么还没睡？拿点药。你生病了吗？小伤，方便吗？我从哪里？怎么弄的？火车上滑的。我车上弄的，你现在才发现？也没有觉得疼，就忘了。我看着都疼了。你是自己涂好药了是吗？对，刚才在洗手间处理了一下。怎么了吗？很少有人跟我说这话。可能是因为看起来不太好接触吧。不好接触吗？其实也没有，就是，有的时候看起来有一点点凶，但是你人还是非常好的。太短了，要不然我去拿纱布吧，这样的话不太好粘，会粘到伤口。你等着，我去拿。
很快。那说会话吗？我家里没什么人，父母走得比较早，有一个弟弟小我6岁，但去年已经结婚了。这么早就结婚了？嗯，我们父母走那年，我把他过继给了一个亲戚，那家人没有孩子，对我弟就像亲儿子。他去年结婚的时候，我给了他一笔钱，他也给我退回来了，应该是不想麻烦我吧。你弟弟好懂事儿，所以我这里就是家底比较薄，没有什么负担。哦，怎么又想再相亲？还介绍家庭背景？你要是有什么其他想知道的，随时问。没有什么想问的。遇到对的他，就要直球出击。小果，你想喝你喜欢的草莓牛奶吗？或者说看得出来是我想你了吗？对他心动，就是想和他分享一切。你也来一袋吧，蒙牛草莓牛奶，牛奶美味，营养对味。过吉香年，喝红罐王老吉。王老吉邀您精彩继续。新疆番茄是个宝，来碗蹄皇错不了。蹄皇邀请您精彩继续。
我还以为你回去了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要不还是去我房间吧。你两个咖啡豆。雪飘过的声音，让这个冬天冬。是我给你的吗？好甜，空气里蔓延，用一句晚安。知道，嗯，我餐饮就在外边，帮我拿杯咖啡。总总一打电话就是三个小时。哎，哎，您接着骂，小的听着呢。哎呦，啊，嗯，是啊，知道，哎。快请你啊。你既然已经决定继续打斯诺克了，就赶紧回来继续训练呢。你没事报名参加什么九球比赛啊？你这样什么都想来一下，最后什么都搞不好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就是家里条件太好了，没给你压力，什么都是玩几天新鲜，干什么都不行。你说我真好奇啊，这样一会儿那样，他跟穆小东当初是怎么好上的？你想啊，穆小彤这样的，去参加什么九球比赛了？林林呢？这样的。喂，你说他俩？喂，到底谁压得住谁呀？听着呢吗？说话呀，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把声音调小点。喂。哦。无所谓。顿挫在哪？对他在，只不过他有点喝多了。您说他能听懂个三四分应该。江阳和范文聪下个月在荷兰比赛，这次提前过去是为了见你。顿挫，你没必要跟我们客气的像陌生人一样。他俩回了酒店难过一晚上了。顿挫，他醉过去了。是他有点喝的太多了，他洗澡去了。姐你跟我说，我能听懂。有没有被吵到？听不清，其实。还不睡吗？等天亮。为什么？
没收到吗？收到。那怎么不回？回什么？为什么要等天亮？睡不着，因为你。真是美色无人啊。醒了可以出来，我在客厅。新买的凳子，要试一下吗？这个不是我们上次去的卖咖啡豆的店吗？你什么时候又去的？昨天回宫内的时候，绕了一点路，去了一趟。不老实。什么不老实？从车站去那儿，再从那儿回公寓，何止是绕了点路，那是绕了个大远路。我一次性买了好几种口味，你可以都试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，喜欢的话以后再给你弄一点。你怎么买这么多呀？别一直盯着我。芒果不太好切吧？
哦，是是。啊，别请了。昨天晚上没有吵到你吧？我姐来了电话。没有，我其实也没听到几句。啊。林玲你听过吗？也是打九球的。我知道他，我四月底在杭州有比赛，有可能就会遇到他做裁判。他曾经也算是叱咤风云过一段时间吧，本来按照年龄来说还能再打几年的。这个师姐们跟我说过，说他当时一年内连拿了三次大赛的冠军，就说心愿达成了，然后就宣布退役，当起了裁判，真挺有个性。他身体不太好，也算是退役的原因之一吧。不过像我们当运动员的不都这样吗？谁身上还没点伤啊？为什么忽然说他呀？难道林玲和林逸阳关系非同一般？你哥没跟你说过他吗？我哥跟他熟啊。何止是熟啊，林林追了他好些年呢。啊？你说林林是你姐啊？啊，就开玩笑叫的。不过我们感情也跟亲姐弟没什么两样。读书那会儿，吴伟的成绩好，可胆小，经常会被小混混堵在校门口。那时候是林林一直护着他，所以吴伟把他当亲姐姐。不过。他护着孟小冬才真的是用命吧，他这儿就是16岁那年为了你哥得罪的人被小混混留的疤。这些我哥真一个字儿都没说过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认识。那我哥喜欢他吗？现在的话不知道。你哥怎么想的鬼知道呀，像他这么断情绝爱的成绩不也就那样，心里还一直被江阳压着呢。不是，江阳就是今年才起来，之前也是一直被我哥压着的。是是，我们就别为了他们俩的成绩闹心了，这么多年都是压来压去的。啊，你们俩玩吧，我先走了。听我们讲过去的事情，烦不烦？不会啊，要是。让你听我小时候的事情，你会觉得烦吗？什么都行，就是没人跟我说。是
夏天亲吻过的衬衫，红黄蓝相间，拍成黑白相片，但我的梦里依旧色彩斑斓，挥霍一段时光，留住属于人生的遗迹，在风里唤你，在梦里回忆。早啊，杨哥。咖啡喝吗？谢谢杨哥。我知道，反正都会改变，像被时间美化过的夏天。烫了。早，清楚了一壶，要试一下。今天就得搬走，大家都过来了，教练让我去酒店住，跟他们集合。这么快就走啊？不，我哥也真是的，这一刚来就把你绑走。一会儿你收拾完，我送你过去。你不是要回学校吗？先送你。要是没有赶上火车的话，那就改另一班好了。那我现在就去收拾，如果午饭前能收拾完的话，你就先送我到酒店，然后再去火车站就来得及。那什么，姐你慢慢收拾啊，然后我不想见到我哥，等他走了我再去看你啊。哎呦，有点饿了，我去吃饭啊，我就不等你们俩了啊。啊，没你没洗漱呢，你就穿，你穿这个。杨哥，他们说是来找你。我们路过，就想找你吃个早午饭。你们聊。大家坐吧。哎，给我也弄一杯呗。昨天晚上一宿没睡，我要去补觉了。你们自己招待自己。起床气吧。
他们什么时候走啊？我们会先走。我不敢出去，觉得尬。我让他们去洗手间，你出门，他们再出来。别别，那以后更没法见面了。算了，我硬着头皮出去吧。嗯，好了，就走。嗯。备用钥匙，我回学校了，你随意吧。我来吧。回个学校，人姑娘拎着箱子在后边跟着，真不愧是从不守规矩、不按常理出牌的我六叔呀！连谈恋爱都一样，快、准、狠，得准备红包了呀，不能给东新城丢脸。多少钱够啊？嗯，今年一年的奖金吧，怎么样？没问题啊，好彩头，庆祝我们终于找回兄弟了。反正你奖金比我多多的，那你都没问题，那我也没问题啊。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我查一下网页。全面高阶营养，五重自护成长，全面高阶营养的海普诺凯邀您观看在暴雪时分。浪费一个冬天，涂鸦属于我们的假期，去山上看雨，去海边散步，追着日出日落，挥霍一段时光，留出属于人生的意义，在风里欢你，在梦这玻璃呼吸。我知道一切都会消散，像被海浪冲洗过的沙滩，惊喜和遗憾都会了无踪迹，但我的心里原为烂漫。我知道时间没